请您欣赏相声绕口令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孙越的哈，不是还有，是有一大片吗？啊，都爱孙越呀！啊，那，哎，今天你逗哏，来。我没想花钱呀、啊！没，这不离动物园近吗？哎呀，没想到吧？哎呀，太开心了啊！哎、确实离动物园近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可能将来外地人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不太清楚哈。北展，我们行了，我们这个剧场、啊、别普及了就、啊。挨着这个北京动物园特别近，对，孙老师就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。嗨，过去很多朋友都说孙老师养大象，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包袱呢、其实是真的。对，养了10年的大象，啊，大象越来越瘦，你看，很多那个照片上看大象一个骨瘦如柴，孙老师坐大象边上，跟他比我还显胖呢。哎呀，谢谢！今天又一次站到北展的舞台上。其实这个舞台啊，我们没少演。演的多。我师父经常在这个舞台上赚钱，就经常来这个。实话。经常在这个舞台上演出。你师父每个月一场。哎，每个月都来一次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经常跟我师父在这演出。是。但是我们两个这个专场已经是时隔2年了。而且2年了，大概是去年我们没有在北京演出，没有，今年又一次来到北展，是给大家奉献一场演出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好家伙，台底就从这儿呼一下冒出很多人来，冒出来、吓我一跳，各自手里都拿着花奉献鲜花哈，小礼物啊，大概有十几捧花，特别开心。今天2700多人啊，十几捧花，我特别开心。要人人送花，气氛就不对了。啊，也是哈。今年少说这个，今年不好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哈。是。每人拿一朵花，哎，咱俩这转一圈、啊。告别来了。行了，吉利点吧。吉利点。今年确实啊，相声界没少去世啊。对。这个、没少走、啊。没少走，我们心里很。无所谓，这个对，他豁得出去，你说不是？有的人确实很心痛，对，有不少老先生没了、去世了很多，然后呢，不说这些了啊，今天给大家演出，心情很开心，让大家听到这个相声。是我们两个走上台，我发现啊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坐满了啊，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，有头回来的啊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没有什么名气啊，一个小演员，叫岳云鹏，啊，嗨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，看着。我以为含蓄一下，大家掌声雷动，哗，我以为是那个气氛呢啊，没有就算了，无所谓啊，不强求。这个掌声不情愿就算。对，对，我身边的这位孙老师，
我那个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这不是问题，我现在说我不花钱，你也不信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，嗯。时代变了，不是从哪个年代豆根都不行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今天死豆根多。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慢慢的习惯了啊。等过完年你再看。好了啊，不说这些了啊。是我身边的这位啊，孙悦，这个含糊什么呀？行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你就别比划就完了。嗯，孙老师确实不错，我很喜欢孙老师啊。谢谢您吧。啊，说相声年头也长，嗯，啊，往这一站也镇得住台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往这一站，显得我也瘦一些。主要的作用。啊、这些年我们俩在一起合作，很默契。也十年了，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。因为什么？这都什么嘴？这都是。我有口音嘛？你哪儿的人就口音？我昌平人。这个。说实话吧，河南那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孙老师啊，就打小学习相声。哎，打小学，家里有人干这个。哎，对，他姥爷是那个。哎，你说我姥爷，你拍你自己干嘛？不是，突然间胸口疼了一下。哎，现在不应该疼，单台疼才对呢。您别手放下。孙老师的姥爷李文华，李老师。对。啊，想当初给姜昆捧哏，是啊，后来也上过春晚。对，你姥爷上过春晚啊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。您等会儿，这话不对。哎，不是你们什么笑点？什么笑点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那意思上过春晚都是我姥爷是怎么着？我没那意思啊，没那意思。你就是那意思，你。不是不是，哎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孙子说的真好。何止是为了骂街，说学逗唱那是样样精通。你别骂孙子就行了，非常的了不起。您捧我呢，孙老师说，按理说啊，说相声，说相声，说相声，以说为主啊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嘴里的干净，对，干净利索，这是我们的必须条件。对，你们这都一个毛病。然后孙老师呢，确实不错。哦，您看出哪儿不错了？说，您都能说些什么？相声的说呀，对呀，那太多了，我听听。大笑话、小笑话，憋死牛绕口令儿都能说，这都能说啊？对对对。好，今天满坑满谷2700多位，哎，怎么老有这人？您呐，您给我们说一个大笑话，大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哈哈大笑一回。你们要这样，我就膨胀了，有点。快起义了，我这。你不是你这么配合啊？怎么？我也没想到，这别明天传出去，岳云鹏的相声啊啊！对，整场相声里没有人笑，全是观众带来的笑声。哎呀，改群口了。那个，这碎在嘴里，大笑话来不了吗？哎，这得配合的说，配合着说啊。那憋死牛儿，给我们来一个。憋死牛，这是一个画佐料，画佐料。哎，对对对，真正能说的是什么？我听听。能说的绕口令。绕口令。我这么跟您说，哎，您怎么说？要说绕口令啊啊，您不行。我怎么就不行？首先这个嘴啊，嗯，要好看。好看的嘴就说绕口令，干点什么不挣钱呢？嘴唇薄厚啊，适中。哦，哎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怎么样？要紫米。哦，严实就是。那当然了。嗯，你看您这个嘴唇。我怎么了？上嘴唇比较薄。哦，你看见什么了你？下嘴唇你看看，别，哎呀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怎么？我也就有点。不是我下嘴唇怎么了吗？下嘴唇太厚。哎，没有，说绕口令就不行。我这么跟您说啊，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那个东西那么小的时候，我就会说绕口令。什么东西那么小的时候？我没想到您这么豁得出去，现在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现在就是。
请大家的笑声稍微注意一下啊。那个小辫儿，我小时候梳了一个小辫儿，那么小。哦，小时候还小辫儿呢。哎，我就会说绕口令，大概四五岁。哎呦，绕口令，你看咱这个嘴唇怎么了？那么性感。一看就动过手术的脸上。外国有个明星安吉丽娜·朱莉。哦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嘴唇好看吧？是。我跟她一模一样。您别糟践人家了啊！哎呦，行行行行，我也觉得恶心。是是，您就别糟践人家了。你怎么就绕口令说得好？你哪的门？我说得好啊。你怎么就说？要说绕口令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还有一比，比什么呀？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，这怎么讲啊？你差一点。王先生碰见玉。哦，差一点，你差一点。哦，要说绕口令啊，你跟我好有一比啊。你好比是这个马先生碰见冯先生，你差两点。你要跟我比绕口令，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先生，怎么的？你差三点。哦，那你跟我绕口令，你好有一比啊。你好比能先生碰见熊先生，您差四点。你跟我比，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太太。你看汪三点，汪是三点，太太里边还有两点。行，你要跟我说绕口令啊，你好比是这个王先生啊碰见王麻子了，你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我的天哪，我要输了吗？对，你怎么了？赵四儿的怎么改？你跟我比，你好比是啊，王先生碰见俩王麻子，那管什么用？旁边有个女的，满脸雀斑，女的旁边有个孩子叫点点，点点旁边有一个斑点狗。哎呀，斑点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，你差远了你。我想着都麻硬，我告诉你，还切开了的火龙果。跟我比，那孩子叫点点。你瞧这模，斑点狗。哎呦呦，行，切开了的火龙果。嚯，亏你想得起来，咱甭较这劲啊！哎，这么着，我说一绕口令，你能学上来吗？我当然可以了。你要能学上来，就算你行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还能学上来？瞧这模样呢，裤裆着火。怎么讲啊？当然了。您像是没扑灭的主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就很热的？行，地暖那是。行，我说绕口令，您学学怎么样？来呀、啊，您听我绕口令啊。嗯，你要能学上，就算您有能耐。我赵哥那说啊，嗯，说呀，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说呀，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啊，完了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听见了吗？啊，拢共没有十个字，哪儿绕嘴了？哎，您说呀，哪儿绕嘴了？您说呀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老头吗？啊、您来呀，您学着来，我给您鼓掌。您听着，听啊，打哪边？你听没听见？我忘了打哪边的。打南边。打南边来了一个老头。一个老头是不是？打南边来一个老头，手拄个奶油冰棍，怎么了？这老头拄一冰棍，那滋溜滋溜的吗？他可以缩着呀。没听说过，那缩完再拄地上的呢。您别，那来个白胡子老头。白胡子老啊、哦，对，白胡子，哎，他就是老头，知道吗？哦，要是黑胡子可能是中年人，是要是没胡子像我这样可能就是当然了。怎么嘴怎么那么贫呢？你说今天晚上咱俩谁贫？你告诉我谁？你粉丝多，你欺负我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你看我哪是来这么些人自己。您来，您不是有能耐说呀？白胡子来呀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哎，手里拄着一个棍儿，怎么了？棍儿？那绕嘴吗？啊，还得绕嘴。
拄着个白拐棒棍，打南边来了一个老头，打南边来了一个，打南边来了。不是你，你行吗？你说上说不上来，啊？我告诉你这么着，哎，你要说上来，我是茄子。我要说上了，你是茄子。哎，对喽，这话你说的。哎，我说的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怎么了，茄先生？阿茄。哎，以后这就是阿茄了、啊。谁阿茄？小茄。我也是没注意，我告诉我们上当了，我可能。什么上当？不是，这太简单了。您听这么多遍，你也会了。什么听那么多？我小时候那个东西那么点儿。行行，搁去搁去吧。搁去吧。小时候就练过，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哎呦，举一反三会不会？这还怎么反呀、啊？打东边来个红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红的红拐棒棍儿。打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，手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。打四面八方来个咖啡色的老头，手拄个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儿。这有什么难度、啊？咖啡的老头，这都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打西边来个藕荷色的老头，哎呦呦呦，手拄个蹦藕荷的藕荷拐棒棍，这怎么了？那拄个藕不好吗？他真行，你看这得便宜卖乖的主啊！得得得，这么着，哎，我再给你说一个行吗？我再给您说一个，嘿，先别买，您听这个啊，这不冬天了吗？啊，咱吃点这个火锅啊，哎，吃火锅，哎，炖点这个豆腐吃，您听我这个 啊，说呀。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；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别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。简单不简单？哦、好什么好？好什么？这都不合理！不是，我纳闷怎么不合理？这不合理，你熬着吃啊。你炖它干什么？熬着吃，炖着吃一样。炖，来煮着吃啊！你甭管怎么吃法，你说绕口令，绕口来来，我有能耐吗？打南边来了个炖冻豆腐。这，豆腐自己溜达来的。绕口令不是都打南边来吗？没有，啊，这没有方向啊，没有方向。哎，没有。头一句怎么说？说你会炖，说你会炖我的豆腐。豆腐，那绕嘴吗？啊。炖冻豆腐，说你会炖我，你明白了？什么叫明白了？我的豆腐，你的豆腐，说你会炖我的，你我冻你豆腐干嘛？我说你会炖我的，嫌你嘴利索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大哥说了，说下一个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行，这是你花钱雇的，行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替你折是吧？说你会炖我的，这不是群口啊，不是群口，花钱不是来说相声的，知道吗？就这么提词都不会呢，说的来呀，有能耐来呀，你别催我，你不是不是你再不说他们都会了，我说。说来说你会炖我，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。您这嘴动过似的吗？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听出水音了。你来炖我的对，这算谁的？这算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、哎、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你不会炖，你不会炖我的，你不会炖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咱得合理呀、啊，都谁让你问这个了？不是你说呢，说不上来。哎，对，这么着，嘿，这回你要再说上来，我就是土豆。土豆，对了，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哇。土豆，我呀、啊、我阿土，我的阿土小豆儿小豆儿，没小豆儿，我上了坏人当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有什么难度？这有什么举一反三，懂不懂？哎，这怎么说你会来举就听听，说来举快来，这算了，这举不 了，真是的，这观众都会了，你再不会这个，这坑人了，这有点儿，哎。
这么着，你会炖我的炖冻土豆，你来炖我的炖冻土豆，你不会炖我的炖冻土豆，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土豆花。说你会炖我的西兰花，你来炖，你来炖冻我的西兰花，你不会炖，你这好难哦。哎，西兰花冻了就别吃了。说你会炖我的紫甘蓝，你来炖我的。又选紫甘蓝，自己增加难度吗？这不，您甭吹牛这个啊，这观众都会，你的准会。我再说就行吗？可以啊，您来一个，来，您听我这个啊，说呀。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，赔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。来吧，岳老师，这粉丝多就是不一样啊。是，我也是扛过来的啊。说什么都有人喊。是，天哪！您来，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。这，光听这个了，改了。肥颈白颈，肥颈白颈。哎，第一句怎么说？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。你家？对，我家。说你家有只肥颈。我家。就是你家呀、啊。不是，你得说我家。啊、我说的时候得说我家。啊、对。说我家有只80多斤大公鸡。你等会儿。80多斤，大公鸡。鸡王啊。没听说过。老鸨子呀。你玩去。老鸨子够苗头的。80多斤，你羊才多沉呢，啊，你羊才多沉呢，60斤到头了，知道吗？80多斤大公羊，怎么样？没大公羊像话吗？肥颈白颈八斤鸡，肥颈，白颈，哎，八斤鸡，哎，对，明白了。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，叫你呢，嗯。我不聋啊，谁说鸭？说我家有只肥青白净八斤鸡。哎，图，您等会儿怎么还有图呢？图就肥了吗？还肥了吗？肥了吗？飞了。说我家有只肥青白净八斤鸡。哎，图飞到李家、王家、孙家、赵家。李家、王家没一个对的，张家、李家、王家、孙家、赵家还真是没有一个对的。都什么脑子、啊？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；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。这鸡锻炼呢？干嘛来回飞呀、啊？这要变鸟啊？这是？那怎么着呢？那肥颈白颈八斤狗，张家。嗨，把你忘了，那个。把你忘了，急什么？就说怎么这么损呢？说话说个相声，老急，谁说不上啊？您如有能耐，您来呀！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；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；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，图飞到我家后院里。可以了，这俩就没碰见面吗？来回飞，串门子呢？啊，这狗也飞。狗不能飞吗？它咬了我的，咬了呗。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金鸡，图飞到张家后院里，张，老张咬了我的鸡。老张咬，老张饿疯了，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那说不上来啊？啊？你要说来我大傻子，你信吗？你们到底哪一波的？你们？这话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还能说上来？我大傻子，我是大傻子，我是，不是，说不上来的。嗯，哎呦，您不是有能耐吗？您那玩意儿那么点儿时候，您不就有能耐呀？您不得老提他干什么？你不我不提你也得提啊，是不是？您不是有能耐，您来呀！这个薛飞是有些难度，还薛有难度，你甭吹这牛，啊，这就退票，这就要退票，站台上撂台上了吧？你看贵气呀，贵气呀，这又不是第一回了，真是，售票口在那儿知道吗？退票口在阿富汗知道吗？这包袱还真老，甭说这个，
不是说不上来了吧？啊，这玩意儿有录像录走了，知道吗？丢人了吧？我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丢人又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丢惯了。哎，这么着，商量啊。我说一简单的，你说呢？咱俩一鞠躬，老一整脸下去，啊，是不是我专场嘛？对不对？呦呦，真正丢人哪不合适？哟，还想起你专场来，行，我跟你说简单的啊，听着啊，说呀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来，完了，多简单呢，就这都有人喊好啊？听过相声吗？各位听过吗？这哪是绕口令，这是谜语呀、啊！岳林，谜语呀、啊！怎么就谜语呀、啊？谜面是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谜底是葡萄干儿啊！哎，岳林，咱说绕口令呢，不是打灯谜，不是打灯谜吗？不是打灯谜，说绕口令啊！来，太简单了。哟，这又简单。说吃平头，吃什么？吃平头。平头吃不了啊，那是吃葡萄，哎，吃葡萄不吐皮儿，不吃葡萄不吐皮儿。你到底吐不吐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掰花生仁儿。花生仁儿，改口了，啊？吃葡萄不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哎，好哟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连说上来了。哎。我连着说俩试试啊！连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我说上来了，你要退票啊？有没有天理啊，大哥？人家退的是白金鸡那个票啊！我连着说四个试试啊！有四个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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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哎，气力可以啊！我连着说八个。您说吃葡萄不吐葡萄，不是葡萄不行，吃葡萄不吐葡萄，不瓜子吃瓜子不吐瓜子仁，不吃瓜子倒吐瓜子仁，合着就吃皮儿来的。那么爱吃皮儿爱吃带皮儿的啊，这举不了啊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不是您担心又忘了说不上来的时候了吧？啊，太简单了。这简单，嗯，行了，岳云鹏，今儿我非得抻练你。这么着，哎，我给你说一男的，你给我说个女的。玩去有那我还留着呢，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一个啊，就这么四个词组成这么一个绕口令。您说，嗯，就这个，喇嘛。喇嘛是什么？喇嘛就是僧人。哦，喇嘛僧。哎，口外的僧人。西藏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喇嘛僧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我那鸡飞回来了呢。行，这叫喇嘛、啊、哎，喇嘛。哎，塔嘛。塔嘛是什么？塔嘛鱼。塔嘛鱼嘛，比目鱼，俩眼睛长一边那个。哎呦，行了，我这个拽不过去 啊。行了，就别揪了，这是塔嘛鱼。哎，嗯，还一个哑巴。哑巴是什么？就是失语的人，不会说话。对对对，失语的人。嗯，哑巴。还一个喇叭。喇叭是什么？吹的喇叭。吹喇叭，集结号喇叭。集结号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喇嘛、塔嘛、哑巴、喇叭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换一个啊，这就完了，太简单了。我让你说四个词儿就完了，如此简单。您不，这四个词连起来是一绕口令，还得连起来。哎，对了，您听这个啊，我不明白，您听完了就明白了啊。说呀，打南边来了个塔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在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能拿喇叭换提着塔嘛喇嘛的塔嘛，提着塔嘛喇嘛急了，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一拿喇叭打着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，到最后也不知是提着塔嘛拿塔嘛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着提塔嘛一喇叭，喇嘛回答炖塔嘛，哑巴地里大大吹喇叭。哎呀，我这快下班了，我看啊。再见。
我吧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我还我跟你闹着玩呢，我跟你，我费这么大劲跑了，啊？不是你这个怎么那么长啊？怎么？你不是有能耐吗？您不是太简单了吗？您不这啊是吧？您来呀！行，来有能耐来。这来，这什么打？来打哪边？南边。怎么又是南边？不是，就俩南边。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不是老头。老头休息了，下班了，回家炖豆腐去了。啊，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。嗯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喇嘛是那个老头他儿子。你等会儿，是吗？都是打南边来的，没有联系。解释一下吗？啊，不用解释。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嗯，手里提了五斤鱼。鱼？那肉嘴吗？提了五斤塔吗？手里提了五斤塔吗？哎，打北边来了一个什么？哑巴。打北，哇，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，还是个哑巴，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哎，就是失语的人。哎，行，不用不会说话啊。哑巴是什么？这要是真的多好。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是腰里头别着一个集结号，去，集结，喇叭，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，对，说递了塔嘛的喇嘛，哎，想拿塔嘛换哑巴，哎，啊，换。喝喇叭，喝这个大喘气呀、啊！哑巴不愿意换呢。哟，哑巴心理活动。那当然，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呢？为什么？哑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眼神特别好啊。哑巴眼神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五斤不够，眼儿秤。哎，眼儿秤，说他那个五斤，有点就不够五斤，有点哑巴就不愿意换呢。这说绕口令，哑巴也不换呢，喇嘛就急了，喇嘛脾气不好啊。有喇嘛，不光西藏，雍和宫也有啊，这对不对？你别说你喇嘛绕，喇嘛见过吗？喇嘛，行了，喇嘛就拿起这个塔嘛就绕口就啪打了哑巴一塔嘛，哑巴挨打了，哑巴就急了，哑巴一急，哑巴就骂街，孙子，你为什么骂我？我要干死你！这。哑巴骂街了，哑巴张嘴骂大街了，啊？哦，那是哑巴，不好意思啊，哑巴怎么说话了呢？哑巴？对，哑巴怎么说话了？哑巴能说话吗？哑巴不能说话。哑巴能说，哑巴心理活动没有。不是，岳老师，您说绕口令不是评书，心里是那么想的，绕口令。然后呢？然后。您打头来行吗？忘了吧，您能说呢？忘了吧，打头来啊！不是绕口，您绕口，一定要绕口，绕口一定会绕口，绕口令。你听着，对，不是评书的。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，嗯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打北边来了，北边好不容易来个人，还行了，你这自己的词儿都没忘。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，嗯，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。塔嘛，北边别喇叭哑，别喇叭，别哑巴，还是别喇叭。塔嘛想拿喇嘛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。塔嘛想拿喇嘛换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。嗯，的喇叭，还有这臭哑巴不愿意换呢。你朋友这没有这哑巴为什么不愿意换？绕口令。哑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眼神特别好。绕口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客气。哎，绕口令，绕口令、不够，绕口令，哑巴就没换，哑巴没换，喇嘛就急了，喇嘛就拿起塔嘛就啪打了哑巴一塔嘛，哑巴一挨打，哑巴，他没有骂街。这嗨，都别说出来了，他可不行，他是个哑巴，他怎么骂？您来个绕口令，但心里想，孙子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我哑巴，我绕口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不是我也有脾气啊，哑巴就拿起这个喇叭就啪打了喇嘛一喇叭，哎，这绕口令。哦，这喇嘛一瞧，嚯，你还会打我、那怎么办？我怂了啊！喇嘛就认怂，喇嘛认怂，他就回家了。回家干什么去呢？他就炖塔嘛吃。绕口令，喇嘛回家炖塔嘛。哑巴这家伙，你回家炖塔嘛？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去你的吧！